阿姨啊，哎，你再去拿几块毛巾。哎，好的，我去拿。妈咪，嗯，这两本书带去给外公解解闷吧。好的。莎莎，妈妈有事问你。宝贝啊，今天乱成一团了，妈妈还没问你呢。萧一晨跟林夕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？我早想跟你说呀，但是你没给我机会。而且这事儿不是翻篇了吗？怎么会翻篇呢？我想想就生气，这两人明明是一对的，这林夕还特意跑过来当众揭穿，这分明是让我们难堪。不愧是高文丽的好女儿。妈咪，不是这样吧？你少护着他。我不是护着他，今天萧一成当众解释清楚，我觉得挺爷们儿的，而且林夕也没错啊。是，这萧一成还真不错，可惜了，怎么会看上林夕呢？妈咪，宝贝啊，千万别难过啊。不是，我没事，我对萧一成没感觉的。你很优秀。萧逸晨不跟你是他的损失，咱们会找到更好的人选啊。妈咪，你以后不用给我介绍相亲对象了。宝贝啊，你年龄也不小了，要开始找起来了。我知道你们年轻人觉得相亲很土，但是你从小在国外读书，这里认识的朋友不多，妈妈是帮你拓宽一些选择的范围，你多接触接触。不强求，千万不要固步自封，多感觉感觉看看好吗？嗯，妈咪，我上次说的是真的，我有男朋友了。你有男朋友了？是不是那个撸串的让你拉肚子的那个男的？但是拉肚子的事情不能怪他，是我肠胃太弱了。他叫什么？干什么的？他叫魏天，是我同事。同事？嗯。那你们就在华深？嗯。他是哪个部门的？什么职务？大客户部。大客户部？那不是林夕的下属吗？他很优秀的，宝贝啊，妈妈认为呢，你这件事要慎重再考虑一下。不是为什么呀？他很有责任心，而且对我也很好。对你很好，很有责任心，这是不够的。两个人在一起，不能光考虑到你们两个人，而且还有两个家庭。你们完全不门当户对。我们怎么不门当户对了？我们是同事，而且他是翻译经理呢。翻译经理？哎呦，宝贝，这也值得你一提。你反对是因为他是林夕的下属，这是理由之一。最主要的是你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都没见过他，你怎么能武断地下结论呢？我跟他相处得很愉快。是，现在是很愉快，那是新奇。等新鲜感过了以后呢，两个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的人在一起，那是互相折磨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不想跟你说这个了。是他吗？嗯。